Okay,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消防队的游戏。咱们现在已经收到了一个新任务啊，咱们得开着消防车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继续选咱们这个最爱开的这个云梯消防车。什么？哥们，准备好了吗？行吧，蛮冷的，蛮酷酷的那种。没理我，都干。然后咱们出门左拐，然后前方第一个红绿灯路口右拐完。好，准备。哎，咱们在后面是咋回事？咱们得去先去救火啊，是吧？不能在路上墨迹的。看一看，这里有一个在我们消防队门口没多远，是吧？有一个隔了一道街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有这个武装车跑到这个发生里面去了，着火。为什么他着火是在后面拉货的？这里着火，难道他拉的不是土吗？这个应该是这个车应该是火房车啊，应该是这样。为什么他后头会着火？然后看一看咱们这个得靠前一点，因为咱们这个是要运到咱们这个云梯的。咱们这里位置好像挺小的，怎么下不了车呢？我纳闷了，因为咱们这里距离离得太远了，但是这个地方小了点，是吧？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咱们这边还有一辆车得开过去，我说咋回事？为什么会？那下不了车了，是吧？这是咋回事？咱们以前不是都是开着一辆车过去，然后咱们后面这个车直接跟着咱们去的。然后前面的红绿灯咱们得右转弯，然后下一个红绿灯再右转弯，咱们就到了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，记得点个订阅哦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